这次叫做水终于变清了。不然也是让我在看那些外水都要流好了，有流的话是有差啦。看那流起来了的时候，你要看水质全变作清澈的，有没有差很多啊？对不对？它原底都没法看到里面啊。我在看这水中森林，哦，小鱼漫步在云中，水中森林呢？而且原底我感觉这图哦，之前捌用啊，这图可能消化菌无够，你知道？这只鱼要死的，不是？消化菌无够，伫遐咧流。这虾仔要甲吸起来，这虾仔甲夹起来。这个虾子没有拿起来，很容易抽掉啊！好，我要注意变清啊！哦，真侪鱼仔囝呢。